戛纳的最后一夜，我选择了中国红的一套服装，好好享受这个夜晚，特别开心。肖邦为我这次戛纳行画了个圆满的句号。这次大舌头怎么有点严重？肖邦连续26年赞助戛纳电影节了，最大的赞助商就是肖邦，包括奖杯都是肖邦设计的，还给我引荐了主办方，分享了很多中国文化，又邀约了明年让我继续来。感谢肖邦全球两大总裁卡罗琳·卡姐和史费尔先生的招待，特别谢谢国内肖邦总负责人我的朋友夏琳姐的邀请。史费尔先生不光是肖邦手表出自于他，还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赛车手，82岁了抬到赛车还犹如我谈到美食一样。他和我分享了好多赛车的故事，我和他分享了好多中国美食的故事。好了，这次戛纳行就这么圆满的结束了。